就这样了。蛮傻眼的，进来这一间就被破坏了。啊，看你要先讲时钟还是怎么样？讲时钟吗？所以，其实国外的玩家也蛮喜欢破坏的啊。对吧？嗯，故意让它掉下去，看它会怎么样。哈哈，我好多新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呦，音符可以这么多人在玩哦。我做阿拉斯加白玩得很开心呢。欸，海上建房子是别人的房，别人造的哦。云浮好夸张哦，可以这么多人在玩，难怪我们自己开的都没有人，就是因为这样，都被云浮抢走。